欢迎来到分享沙龙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神呼唤摩西，也是利未记的第一集。我们将用十一周的时间一起来学习利未记，从摩西五经、口头妥拉和拉比的分享来一起探索神话语的奥秘和亮光。因为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，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，能快活人心，能明亮人的眼目。神的话胜过金金，比蜜甘甜。我们进入妥拉学习的第24周，题目是他呼叫，这是这周所要学习的经文。利未记是摩西五经的第三本书，它的内容构成了妥拉的核心。从这个意义上看，创世纪和出埃及记被认为是妥拉的前奏，民数记和生命记被认为是妥拉的后续。犹太拉比分享，犹太小孩子学习妥拉是从利未记开始，而不是从创世纪开始。因为利未记是妥拉的核心，同时因为小孩子是纯洁，而献祭也是纯洁的，所以让纯洁的人来从事纯洁的研究。我们通常认为利未记非常的枯燥，讲述献祭的律法似乎与我们现今的生活毫无关系。殊不知当会幕建立以后，透过献祭是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。利未记一章一节，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，对他说。利未记的第一个词 Vayikra， 意思是呼他呼唤。他将利未记的开头与出埃及记的结尾联系起来。出埃及记的结尾是摩西不能进入会幕，因为云彩停在会幕上，神的荣耀充满了会幕。由于摩西不能自己进入，神呼唤他，从而使他能够进入并经历神的荣耀，听到他的声音。出埃及记中记载的事件是为神呼唤摩西，并且将利未记的内容传达给他，做好预备。利未记开始不是神呼唤，而是他呼唤。不是由神的任何名字来呼唤摩西，比如说 Elohim 全能神，而是说他呼唤。这里表达的是从神的本质，他的最深处向摩西，也是向我们呼唤。 Vayikra 呼唤这个希伯来词启示神是无法测度、无所不在、大而可畏的神。但从另一个方面看，神又是慈爱怜悯的呼唤我们靠近他的神。他是全然超越的神，将妥拉神圣的教导赐给摩西，对摩西又像朋友一样以亲密和慈爱的态度对摩西说话。他是充满天地无所不在的神，却又是设立会幕为他的居所，为的是要我们靠近他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创世纪三章九节记载。在这里呼唤用的是同一个词，神在寻找亚当夏娃，呼唤他们回转归向他。妥拉开始描述神与摩西交谈的通常方式是神对摩西说话，然而在利未记的开始改变为神从会幕中对摩西说话。首先，神呼唤摩西，暗示他与摩西的交流不仅仅是为了制定他的律法，而是为了呼唤我们、挑战我们、回应、要求我们对待律法，不是看为枯燥的义务，而是作为我们与他共同建立亲密关系的基础。口头妥拉记载神如何对摩西说话。会幕在公元前2449年弥赛月一日
第一次树立起来。从那时起，每当神希望将妥拉的律法传达给摩西时，他首先呼唤摩西到会幕去。摩西在灵里听到了这个呼唤，但非常奇妙的是，其他人都听不到。每次神都会亲切地呼唤摩西，重复摩西的名字，摩西，摩西，就像当年他在燃烧的荆棘中呼唤摩西一样。当神希望在同一次相会中要教导多个主题时，神会暂停，以便让摩西有时间吸收每个主题，然后再继续下一个主题。这些停顿有妥拉书面文本中的段落之间的空格表达，这样做展示了神正确而有效的教导方式。由于会幕树立起来后，神对摩西说话主要是在帐幕，所以他也称为会幕。但是在会幕中与摩西说话时，神以他在赐予妥拉时使用的雷鸣般的声音对摩西说话，然后声音奇迹般的停在了会幕的入口处，在会幕外面的人听不见。神的声音从天而降，从内室祭坛盖顶上的两个基洛伯之间发出。摩西站在会幕的外屋里就听到。神指示摩西以一种能激励人们看重他的诫命的方式向人们讲话，并告诉他们他是为了他们的缘故和益处，出于对他们的爱而赐给他们他的诫命。塔木德将研究利未记的律法比作杀死狮子，因为它是妥拉中最难的一本书，它充满了复杂的律法和错综复杂的规则，但它却是妥拉的精髓，是神对我们生活的指南。利未记27:34最后一句话表达了整本书的主题，这就是耶和华在西奈上为以色列人所吩咐摩西的命令。利未记是妥拉的精髓，它不仅是妥拉的中间一本书，而且是第三本书。数字三也表达了妥拉的本质。妥拉有三部分组成：摩西五经、先知书和圣典。妥拉是在犹太历的第三个月西弯月给予的。妥拉赐给三种人：祭司、利未人和以色列人。妥拉是在三天的准备之后给出的。妥拉是由三个兄弟姐妹摩西、亚伦和米利安教导给人们的。妥拉需要两个对立的实体，物质的和精神的，并从中创造出第三个实体，圣死与神圣的和平联合。本周妥拉学习的主题是献祭、奉献 sacrifice or offering。 希伯来文是 korban，意思是接近。因此我们对神呼召的回应是我们要努力的接近他。在利未记1:2，你小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，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。在这里第一次提到这个名词 korban，意思是献祭。拉比分享在妥拉曾经多次的提到献祭，但他们总是使用其他的词，而不是这个库本。在创世纪4:3、8:2、46:1都提到献祭，但都用的不同的希伯来文字。那为什么妥拉在利未记才开始使用这个词呢？当神在圣殿中建立了一个永久的居所时，这些献祭被认为是接近神的一种方式，以及献祭可能只是以前的献祭，可能只是有一种精神上的亲密关系。现在当一个人可以真正接近圣所时，用这个献祭这个词来表明具有一个物理的维度，一个真实与神相近的感受。
神命令摩西建造会幕，神的荣耀的同在在会幕降临。神在会幕呼唤摩西，教导他人们应有的生活之难。人们开始献祭是为了靠近神，来到神的面前领受神的话语、神的恩典、慈爱和能力。愿神祝福你渴慕来探索利未记的精髓，帮你读书，帮你成长，期待开启更多的奥秘。也欢迎订阅、分享 Shalom Sherry， 给予一个祝福的赞美。愿神祝福你。